相逢桃花源当中呢，在我们2018年哈，我们的足弓，我们的桃源妈的主题曲，也是由我们台湾庙会情报局亚洲电台郭一坚总经理作词，我们的专业音乐创作人黄明伟老师作曲。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所有现场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邀请我们主唱黄子宇的来演唱这首桃源妈慈父心，掌声欢迎我们黄子宇的演唱。谢谢我们的黄子宇，那你头红骂猪吼心，谢谢。那么